现在让我欢迎编号21的郑佳慧为我们带来 Autumn。现在，让我们欢迎编号22的参赛者李佳恩为我们送上《十来根的 Hazen》。Thank you.
在有请编号23的参赛者宋雍琪为我们送来野火，欢迎。24位参赛者，杜水仙为我们带来《黄河怨》，欢迎。
是第25位参赛者曾静慧，她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 Red Red Carina， 欢迎。各位，我们女子组初赛就这样告一个段落，让我们再一次以掌声感谢三位评审以及所有参赛者。我们女子组进入决赛的名单将在稍后分享，将在稍后公布，请大家等待，谢谢。欢迎各位出席2017年第51届吉隆坡歌乐节主催雪龙寒江校友会合唱团承办第43届马来西亚全国声乐大赛东马赛区的比赛现场。雪龙寒江校友会合唱团是由林建成老师所带领，团长为胡明和先生。我们今天的比赛迎来了男女各25名参赛者，我们也很荣幸地请到3位音乐界人士担任赛会评审，他们分别是来自新加坡的 Ruben Lai 老师，来自槟城的邱慧丽老师，以及来自吉隆坡的肖志全老师。现在我宣布第43届马来西亚全国声乐大赛中马赛区正式开始，有请我们的编号1号选手叶正斌为我们带来 Lutima Canzoni。